一句翻盘，英格兰输了。谢欣睡醒猪狼变色心死，不想跟人互动。是足明灯继续发威，风靡世足运彩的谢欣日前虽然压中英格兰胜瑞典，终止23连败，前天为运彩代言时更大胆预测由比利时英格兰争夺冠军，英格兰会是最后赢家，且直接下注。但接连两天的四强赛果难逃他的反指标魔咒，比利时和英格兰纷纷输球，结果明灯克死自己喜爱的球队。今天凌晨举行的世足准决赛，英格兰对上克罗埃西亚，谢欣守在荧幕前为热爱的英格兰加油。开赛五分钟，三星师马上发威踢进一球，1-0领先格子军团。谢欣大开，认为英格兰赢定了。上半场没踢完，他就先上床，准备一早睡醒庆祝一番。然而他仍有些担心地说，克罗埃西亚现在乱乱的，可是我怕我睡住的时候会被翻盘，呸呸呸，主播在那边说什么星期三魔咒。结果是足明灯一语成谶，克罗埃西亚先是在下半场追成1-1平手，更在延长赛踢进制胜球，以2-1逆转胜。稍早醒来后，发现猪狼变色的谢欣哀怨地说，昨天凌晨2:30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现在我不想起床，只想躺在床上看着我美丽的吊灯，然后我也不想跟任何人有互动。网友们再次见证他反指标的威力，纷纷跪求冠军斩名牌，请大神开始接下来最后两场怎么下球，开始决赛你压哪一队。